年受到疫情影响，民众不能出国，让国旅热潮达到最高峰。大解封后，今年第一场旅展登场，七八月暑假的周末，外岛跟宜花东几乎是一房难求。这次澎湖比较贵一点，对啊对，应该三倍券有别的用途。在南部吧，台南或高雄，即把三倍券用掉。对啊，就是拿了就今天就把它处理掉啊。看准民众这波报复性出游潮，加上三倍券上路，推出加码优惠。高雄义大皇家饭店原价13000元，旅展优惠31折，最低只要3999。台南老爷行旅也是下杀3764元，不但可以用三倍券付款，还可以搭配安心旅游补助，等于是现金价0元。只要之前可能在前台售价超过于3000块的商品，我们在现场都只要用三倍券3000元整就可以免费用。现金0元的概念来做采购，3天2夜可以看到花火节的3000块的三倍券的话，就可以买得到澎湖机票。不论我们的客人拿着实体，或者是我们是绑定的信用卡，都可以到所有的芙蓉饭店来消费。然后一旦消费的话呢，加入我们的享福卡的会员，都可以额外再拿到9000元的一个加码回馈金。今年首档旅展主打的就是国旅跟三倍券商机，期待这波旅游潮对台湾的观光复苏注入一波新动力。华语新闻林志鹏、王长卢台北报道。